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宏观战略。那么呢，明天刚好周末嘛，还是先祝大家周末愉快了哈。那今天大盘呢是一个有点带量下杀的那个盘，好，最终的成交量来到这个4105亿啊。好，那么当然啦，因为今天毕竟一开盘还是先重挫的，后面先拉上来，所以呢稍微有点买盘的承接倒也是可以接受，倒也是可以接受。那最主要是说今天大盘你刚好回撤到什么季线的位置点，这个在上星期的节目我就跟他提到过了，大盘拉回到季线啊或者半年线大家都不用意外。好，但是呢这边我要跟他强调的就是说，这个回档修正它就是一个叫技术性的修正。那大家知道哦，所谓的回落跟回档跟技术性的修正它其实还是有差别的。差别在哪里？急剧的问题。好，如果说今天跌大盘，比如说大盘涨了4000点又跌到4000点的话，那这台积都断掉了。可是说比如说大盘今天反弹了4000点，但是你说回个1000点或1500点，其实它还是在一个修正，就是所谓的技术性的修正。所以这边也是要提醒大家，真的不用怕跌了，你要去观察，你要去了解为什么大盘会跌的背景嘛。那大家知道下个礼拜这个美国总统要选举了，我上个星期跟他提到过， 我们先不去预判到底最终的结果谁会选上，可是也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为什么昨天道琼纳斯达克指数会跌成这样子，就是因为那七大科技类股的财报不如预期嘛，导致有一些失望性的卖压。所以你要知道哦，就连纳斯达克指数半导体那个费半指数它也是一个叫什么技术性的修正。所以一旦是技术性的修正，那么这边我可以很直接了当的告诉大家，不用怕，你反而拉回要去留意什么主流啊。所以我上个星期记得印象，我跟大家提到大盘印象这一张这张我已经用很久了，为什么我不想改？因为我觉得主流都在里面了，主流其实都在里面啊，是这样子吗？你看到我们今天随便抓几只来看就好了，来 我们看今天股价最高的好了，我们看红树就好了。你觉得今天它像被影响到大盘跌了300点吗？好，我们再看另外一档万润。你觉得今天它这种走法像大盘今天一开盘跌300点吗？好，再来5443最便宜的最低价来看也是有影响到，虽然它没有像刚刚红树跟万润那么飙，可是它告诉我们什么？它跌的也不多啊。好，再来一支星云，大家有没有发现到今天你所台面上所看到的，那我们不要去看涨停板，因为今天涨停板的都没有这一些股票。可是呢你要知道啊，今天反而有涨的股票这一张里面就占了一大半以上啊，占了一大半以上。所以我上星期是不是跟他提到，就是说接下来大盘拉回，甚至于说如果你在为第四季做规划的话，我这么讲的比较直接一点好了，比如说你对未来你的第四季你有规划，就是在过年前啊，主要是我希望能够买个主流的类股，基本面好的，然后呢刚好可以逢低买进赚那个什么波段，最好就是可以让我这样赚到过年，可以让我赚一个大红包的。我个人的看法，这几天啊这一些半导体的设备股啊反而拉回都是个很好的机会啊，除非你不认同台积电，除非你不认同台积电。那当然就是说今天因为毕竟大盘是先压回后反弹嘛，因为它打回到季线，所以说季线有没有可能一天就站稳也没有那么简单哦，也没有那么简单哦，因为今天毕竟是带量的，因为今天毕竟是有点带量下杀的。所以在这边的话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在大盘压回的过程中的确不可否认的有很多人穿了后你才在等你知道吗？就很多人看他说趁今天大盘大跌的过程之中，我赶快来这边低接，所以导致今天有一点点这个买盘的承接。可是你说这边买的人马上就可以一飞冲天就开始大赚吗？就一路赚到24000吗？我叫你干单哦，因为毕竟嘛，下个礼拜总统选举还没，美国的总统选举还没有尘埃落定嘛，所以这边会势必还是会反复的震荡，会反复的震荡。但是我个人的看法啦，就说除非就像我一开始跟你讲的，除非你真的不喜欢台积电，你也认为台积电
啊，可能已经涨多了啦，等等等等等等之类的。否则的话，基本上来讲，台股今天的主流啊，你不要去看那些涨停板，你去看今天涨的就可以知道，半导体的设备股，甚至于矽光子的今天都很强，对吧？把其他们帮们给看上看连雅的后啊，对不对？这是不是也是这个跟台积电相关的矽光子的概念股？还有包括你看什么6530的创威啊，对不？还有包括像这个3540的联军啊，对吧？好，就大概就是这些股票了。好，你看，包括这个联军也是一样，基本上都是这一些股票在撑盘面啊。好，在撑盘面。好，有时候撑盘面是这样子的，我是要维系住一个人气，好，还是说为了要维系住一个人气，或者是为了要把稳住这个指数？那真的稳住指数，当然动台这个联发科是最快的，哦，动这些全指股是最快的。可是呢，买得起这些全指股这么贵的股票的人毕竟不多嘛，所以大部分的人投资的朋友，大部分的投资朋友还是会把重心摆在什么？我买得起的股票，哦，我还是一样啊，抱着纯欣赏的角度看台积电嘛，我还是看啊，哦，在护国神山嘛的，我还是看你。但是你说有多少人真的拿得出一张100万？当然我知道有人会说我来买联股的话嘛，好了，那也是你的选择啦，但是买联股不在我的分析范围内嘛。我们今天要平心而论，就是说站在大部分的投资朋友来讲的话，你有多少人是可以拿得出一张100万去买台积电的？不多嘛。可是如果台积电这边止稳了，有机会走了，投资朋友，那你觉得你一定要去买台积电吗？不一定嘛，对不对？量力而为嘛，就讲啊，给小的吼，当然是大家比较喜欢嘛。所以呢，这边呢，在这么多台积电的设备股里面，包括这些矽光子的设备股里面来讲，因为股票真的太多了。好，但是呢，我今天先挑了四档，我觉得啦，亲爱的投资朋友，这四档刚好最近都是拉回稍微比较深一点的股票，我认为他们的买点都浮现了。你看，我们刚刚没有看到这个均豪。啊，我们不一定先看均好嘛，对不？我们光看这个就好了。你可以看，这都红树，对不？为什么今天还很强？你说跌得够不够深？哦，你说跌的是不是够深嘛？对不对？裸清告那个买的价单嘛，好，哦，还有包括像这个2467的智胜也是一样，对不对？你看他最近打了一个头部完之后，是不是拉回？好，哦，是不是拉回？但是我没有叫你今天去买哦，亲爱的投资朋友。因为最好的买点是在这里，而不是在你今天看到的那个低点那个价格上面，哦，所以呢，就像我这句话所写的，只要你认同台积电的，几乎你来听，好不好？我好像张爱公，我心目中最理想的进场点在哪里？好，哦，那当然有些股票我上面没有列举到，你也可以问，没有关系。好，哦，因为我是抓了四档，我觉得目前看起来了，拉回的那个点位是最好最理想的。大家也知道嘛，我们就拿这个。均华来讲就好，虽然说今天弱，哦，虽然今天弱，但是别忘记哦，他当初在飙的时候啊，轻而不掉啊。上个星期我也跟他提到过嘛，你看嘛，他从不到185块哦，好，哦，他从85块这边一路飙到1080哦，70倍哦，所以对一档涨了10倍的股票来讲的话，当然他承受修正的压力会稍微比其他的股票要大一点点，这个我也可以理解。那你想，我们当初在400多块这边推荐你买的时候，刚好就买在一个什么标准的起涨点，所以我个人的判断，现在整个均华拉回做一个大的修正完之后，你说有一个怕那个细胞啊吗？我觉得不见得，我觉得不会打到那么深啊。但是这个位置点，说真的，有机会，有机会啦。但是我希望你别去有你知道吗，亲爱投资朋友，你不要去猜。好，哦，不要说，哎呦，反正周老师讲的这几档股票嘛，我就自己买啊。对，我知道你也可以这么干啊，哦，你也可以自己这样看节目就去猜股票，也没有问题啊。但是呢，我希望给你一个更安全的点位，好，哦，我希望可以给你一个更安全的进场点，因为这个点位如果你买得到的话，我相信哦，以后边要怎么起多少，你自然会比较心安一点啊。当然，买东西里面，我们买东西就是希望能够买到个合理的价格嘛。就算买不到最低点，但是希望也买到一个什么最漂亮的点位嘛，不都是如此吗？好，所以说今天特别跟他提醒一下，好，今天好不好？先来电索取这四档股票。但是像我讲的，如果你有其他的我上面没有写到的，也非常欢迎你可以来电做一个咨询。好，我们再来讲一下千金股好了。好，
那今天的千金股就强弱就分明的很明显了。不过今天千金股有个共通的特点就是什么？除了创意以外啦，除了创意开盘跌停板之外，其他的股票大部分啦都还是比较偏向于拉回震荡整理啦。你看包括像翔数也是一样，还有这个上个星期很强上个星期四星不是很强嘛，今天也是稍微震荡拉回了那当然今天的股王就稍微比较抗跌一点的就比较抗跌一点，可以看得出来啦，就说在今天大盘一开盘重挫将近300多点的当下期货更惨期货今天还跌了500多点就说我们今天以大盘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大盘跌当然因为台积电一跌指数至少就去了一两百点嘛，可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千金股的部分今天反而都表现出相对抗跌的一个什么优势在所以上个星期我是不是跟他提到过，就是说千金股的操作你要听我的低买高卖，低买高卖做价差，这个其实不难，但是你要懂的就是说什么 你不要因为说看到上个星期哪些股票一拉上去你就去追它嘛，有时候你要稍微忍耐一下，对不？你看到像今天一跌下来，说不定最好的买点到你买到了，只是看你敢不敢买嘛。所以说千金股的部分，我就简单的带一下了，就说我们就拿这个翔数来讲的话，就说为什么像翔数这个股票你看最近它即使有跌，都跌得不深啊，就是因为它现在处于一个打底的阶段。也许短线没有什么大鱼大肉了，但是做股票是这样子，先求安稳。尤其是这么贵的股票嘛，对不对？不要说一买了之后，像这个创意一开盘都跌停板，哇，那你还在讲跌没百倍的人啊，今天们都昏去啊，对不对？上个礼拜买了1200了，今天马上十几万一张就没了，不就快晕倒了，对不对？我们就是怕去买那种会暴跌的股票嘛，暴涨当然好啊，我那些现在大盘面临的考验还在嘛，所以先不要去预设会有所谓的暴涨的问题，但是至少先避开有可能一个利空来。出现一个大回档，出现一个大回档，那刚一开始跟他提到过，就是说今天大盘，虽然说这些半导体的类股里面没有什么涨停板的股票，不过可以从今天涨停板的股票可以看得出来，也可以看得出来，还是都比较偏低价股了，比较偏低价股，大概就只有不多，大概看得出来嘛，你看还有那种7块钱的啦，不然就是你看这边还有一个90几块的，像万海比较贵的大概就自强吧，大概就自强还有联策，其他绝大部分大家有注意到，基本上都是以比较中低价的股票为一个主流啦。那当然我个人的看法很简单啦，有股票涨总比没有股票涨得好，尤其在今天大盘一开盘就大杀300多点的情况之下如果说假设我们先这么讲好了，如果这个行情要出现比较大幅的回档的话，那么今天不可能有将近20档的涨停板了，不可能的。这表示什么？表示说市场的这一股力量啊，让那你讲嘛，都表示说这一些主力的大户来讲的话，就他们的看法，大盘跌下来，它就是一个技术性的回档。但是我做我自己手上的股票，他们认为是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像今天。为什么这些比较低价的股票反而跟上个礼拜一样活蹦乱跳？但是头痛的地方在哪里你们知道吗？因为跟 Nike 也跟 DMAI 相关性就不高了，我看了一下吧，大概只有这个环科吧是延续有上个礼拜的涨势的，其他大部分都没有还有这个金桥金桥上个礼拜是摔下来，所以说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啦，这些比较低价的股票比较小型的股票有的主力是跑得很短嘛，也是跑得很短，比如说顶买百你也不知道说汤哦对照的你看就算今天涨你可能还是短套那这个情形会延续多久？至少要再看一个礼拜，至少一直到下个礼拜吧，投资者这个情况还不会有明显的改变，除非这些股票开始涨，当这些股票开始回归到法人的手上的时候，当法人要开始回归到这一些主流的股票的时候，亲爱的投资朋友，盘面上的主流它就会开始略微改变那那个时候啊，当然对指数来讲，它一定是有比较大的利基点的，但是你要会吸干所以我一直跟他强调，就是说，反正大盘现在刚好压回，就说我反正比较建议啊，你趁现在大盘压回的时候去做一个第四季的规划你看今天已经11月1号了嘛，功能够位。特别贵你啊，
我们今年的过年是在一月份嘛，所以我认为你有非常充足的时间来为你接下来过年前这两个半月好好的做一个规划。那当然这个规划不是去欧北买股票，你知道吗？ 我反正会鼓励大家，你要有个方向性。比如说我今天我有500万，好，我有500万，那你说今天黑板上面这一些活蹦乱跳的小新股可不可以夹接插接插接？当然可以啊，但是你要选对哦。但是你应该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在未来这两个半月你想要赚取的是一个比较具有至少啦，我这样说啦，至少这个获利要能够比较能够拿得出来那个感觉的，好比如五成，好比如我拿五百，我希望再赚你一个，这个就可以去，这个就比较有感觉嘛，对不对？比如说我拿200，我希望可以赚50，这比较有感觉。所以说你要去赚这样子的一个，如果你有这样子的规划的话，你就要去思考我刚刚所一直跟他强调的，就说当台积电的这些半导体类股，你看我最喜欢举这个君华为例嘛，我最喜欢举君华为例。为什么要举君华为例？因为跌得真的最深，其他的那些股票都没有像它跌那么深哦。你看这个万润有没有跌很多？没有嘛，对不？阿里公像这个什么2467的这个支撑有没有跌很多？也还好嘛，对不对？偏偏就是这一档君华跌得最深，所以我们别的不用看哦，我们抓一只最弱的来做比较就好了，对不？你说在这个位置点找一个好买点，然后呢抱它个两个月，抱到过年好啦，那卖公一顶上面翻倍嘛，你说挑战到前面大概1000块这个平台的高点，一张有30万的价差，你说这样子的一个规划合不合理？对啊，你看今天只剩下多少666了嘛，对不？我们就抓大概30%的利润就好了嘛，3-4%的利润就好了嘛，这个就是一个规划，大家懂我意思吗？所以说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我就跟他预告过了，就说记不记得这一章我就跟他提到过，说这个礼拜开始我跟大家的讲的重点都会围绕在这一章。那为什么会围绕在这一章？理由也非常的简单，就是因为接下来我们要看的东西，接下来的大盘，我讲的比较直接一点啦，你觉得今天这些虾兵蟹将这些股票有资格把大盘推过25000吗？那么说25000啦，你说靠这一些10-20块、20-30块的股票，他们有资格把大盘推过24000、24416吗？你用这个角度去想就可以了，你用这个角度去思考就可以了。可是反过来哦，如果在台积电这些，我们撇除到台积电不讲好了，因为我相信台积电涨会把所有的股票都带起来了。我说撇除到台积电不去看，那你觉得这一些台积电的设备股如果全部一起涨的话，你觉得为大盘贡献的2000-3000点很难吗？你去回顾一下嘛，八月初的时候大盘杀到19900的时候，20000点的时候，最后还是靠这些股票在撑，不是吗？那为什么还是靠这些股票在撑？因为让公开背嘛，我们不管从每个月的营收公布，或者是从这一些比如说营收成长获利来看的话，大家可以发现到现在高票都是榜上有名的啊。那你去想嘛，那如果是法人大户外资，他不买这些股票他买什么？所以同理可证，当这些股票有一些股票压回到一个点位的时候， 我相信外资大户他们一定都传回的蛋了，懂我意思吗？所以为什么特别今天啊、哦？本来这张图我上礼拜就要拿出来的了，刚好趁今天大盘大跌的时候、哦、虽然说尾盘只剩跌40点，但是趁今天刚好大盘压回到一个很关键点的时候，我觉得把这张字卡、哦、把这四档股票的最佳的进场点分享给大家，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刚刚好。所以、哦、只要你认同台积电的，你点爱来听、哦、你点爱来听、哦、好，我们先进广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迈向20000点新时代，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
迈向两万点新世代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惊喜专线02-8511-3366，8511-3366。这条路是孤独的，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静心思考，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鼎业投顾全心照顾，02-8511-3366。全球财经台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您还可以这么做。网络影音平台 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而且免费。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我们都知道嘛，这个啊，台积电啊，虽然说因为川普的关系啊，他现在要针对我们这个台湾这边要收什么保护费啊之类的哈、啊，所以投资朋友，你可能会把这样子的一个这种言论哦、啊，当成一个对大盘来讲是一个利空去看了啊。但是上个星期我跟他提到过，按了单你酸屌个讲，对不对？等他真的选上了再说嘛，哦、啊，所以。当然因为这样子的冲击之下，当然上个星期我们可以发现到大盘已经很明显被影响到了、哦、尤其这些像台积电的相关类股已经开始有点都压回涨不动了、哦、但是呢就我的观察我这么讲好了啦、哦、上个星期我也特别去观察，就是说如果说今天、哦、某一个利空来，股票有跌但是只是小跌，其实你要知道投资朋友，这个表示说它有点利空很抗跌的一个迹象啊，那通常来讲，这样子的股票有机会都会成为未来的主流啊。最明显的，你看今天矽光子就知道了，你看什么联雅这一些，对不对？也是跌啊，但是萝卜青嘛，对不？伊嘛是落啊，顶面嘛是有小爬来，对不？可是都跌不深嘛。我的意思就是要告诉大家，就是说，如果说今天因为一个利空来，对股价一定会稍微受到影响，这很正常的。可是如果说这个利空对它的影响并不大的话，你要反过来去想哦，说不定利空出尽、哦、说不定这个利空一把这个经过测试完之后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买点。所以上个星期 我为什么会突然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在观察接下来大盘啊、哦、我们现在做的规划嘛，就是你今天、哦、比如说你今天要跟我操作这些半导体的设备股、哦、我给大家的方向就是告诉大家说，我们现在布局这样子的股票的目标，绝对不是说跟那边明天谈，这不是做价差，大家懂吗？哦，我们希望来，我们跟那边什么高票啊，明天再做隔日冲没掉，没有这些股票，因为现在压到一个低点之后，都是一个很好的买点。你要做的规划是什么？你肯定是做一个波段嘛，就像我刚刚讲的嘛，对不？如果你今天希望你的500可以赚到200，你的200可以希望能够赚到50，那你就要把握那个最好的什么？逢低的承接的点，啊，你搞些意义低耶，而且剩两个多月过年，我个人的看法啦，随着这些财报，随着下个礼拜啊、哦，整个美国总统的这个尘埃落定，对我上屌上没屌，我在想市场的反应应该一两天就会把它反应完了，啊、哦，要不就是一个庆祝行情，要不就是一个什么失望性的卖压，那不管是一个庆祝行情或失望性的卖压，盘会震动嘛。所以当这个盘在震动的当下，我跟你讲投资朋友，有时候盘不动还真的看不出主流啊。就比如说你看，如果今天大盘没有先一开盘先杀这300多点，对不？啊，你哪会知道今天最强的企业都是这些股票，
不知道啊，啊你怎么会知道今天对不？欧邦上强啊，你看这张图里面就占了一半以上，都是今天都是最强的。所以有时候跌不是说不好啊，有时候当一个修正速度够快的时候，反而可以更看得出大户的心态嘛。你可以想嘛，今天大跌，对不对？谁敢那边承接股票？谁敢买？一般绝对不是一般的散户嘛，绝对不是一般的散户。所以今天特别来先分享这四档啊，君华、君豪、宏硕跟智胜的一个最佳的进场点。只要你认同台积电的，我希望你都来拿，因为在接下来我们现在在做这样子的布局来讲，并不是为了明天去做准备，也不是为了下礼拜去做准备，接下来的准备都是为了在过年前这段行情，当大盘拉回完撤之后，有没有机会在台积电概念股之下再突破24000点，再高点去买掉？所以你要懂得去买这些股票，你要懂得去抓那个最好的买点，好吧？我今天这档四档股票一样分享给大家，好，请来电哦。节目最后一直说的投资表呢，周末愉快，我们下周见。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